无有一切身心忧苦，唯有无量清净喜乐。这两句，我希望我们同学现在就要得到。把现前一切身心忧苦放下，不要去想它。纵然有这些事实，这些事实是业报，我不放在心上就没有了，放在心上你就要受业报，不放在心上，业报现前，我可以不收。我把我的念头转过来，转到哪里？转到听经、读经、念佛。经教要是通达、明了了，这些苦自然就化解了。即使身在诸苦中，也没有苦受。心地清净平等觉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我们就有十足的信心，我这一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决定亲近阿弥陀佛。经上所说的一切，跟我的关系非常密切。再要有一个感恩的想法，这都是真的。阿弥陀佛，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，勤苦修行，发48愿，成就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为我一个人，不是为别人，就是为我。你去问问阿弥陀佛，我说这个话是真的是假的？他一定说，不为你，为谁啊？所以我要感恩。我肯定他为我，你也肯定他为你，他也肯定你为他。我们自己要直下承担啊，这一点太重要了啊。这一个念头多亲切，这个才叫一念相应呢，一念佛。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，他不真的不是为别人，就是为我。我过去生生世世无知，不知道感恩的，不知道阿弥陀佛的善心善愿，是为我。没有认真学习，辜负了阿弥陀佛。现在知道了，明白了。决定要报恩，报恩就是决定要往生，决定要亲近弥陀。